因为最近我们台湾选举旺季，平常是淡季，所以上来看到张三镇市长，我差一点叫出动算动算，不自觉职业病。非常荣幸上周邀请我们一个新的观念 Jocoda 这样的一个架构跟观念的推广，以及后续实质企业界跟外资要进入台湾，我们与有荣焉。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经济成长有三大引擎，美国、中国、欧洲。但是过去两年呢，很多人都忧心忡忡，因为美国高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基本利率全面提升，导致金融界跟科技界在美国都面临到极大的压力。欧洲呢，也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导致能源价格大涨，很多企业纷纷从欧洲离开，使得欧洲也陷入了困境。中国大陆呢，因为面临到国内经济的转型，经济成长亦不复当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激荡出、创造出 Jocoda 这样的一个观念，事实上是给日本、韩国跟台湾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契机。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讲到构思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完全的认同。因为台湾，太多人低估了台湾，要跟欧洲、美国来的好朋友、韩国来的好朋友来报告，跟各位贵宾分享。台湾在日本跟韩国比较起来，看起来是最弱的。日本大概人口大概1-2千万，那 GDP 大概4兆2000亿美元，那土地面积是台湾的10倍，将近37万平方公里。南韩呢 ，GDP 大概1兆6000亿美金，人口也将近6000万，台湾显得好像单薄一点，36000平方公里土地，2300万人。GDP 大概只有7600亿美元，所以在 Jocoda 里面，显然台湾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显得我们很弱小。其实我要跟各位外宾讲，不是的，台湾非常强大。台湾的能量，台湾的企业界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我们眼睛所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即使在这个会议室，台湾在细分项目都是全球第一、第二，不管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然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手上所用的麦克风，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荧幕，各种投射器，台湾几乎都是细分第一名。台湾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占全世界大概1/3。台湾人口2300万，占全世界80亿人口大概1/1000。但是台湾的工业产品占全世界大概3%，这是非常惊人的。我也可以跟外宾举一个例子，即使美军在全世界海外作战，美军在海外不幸战死了，怎么运回美国本土？要用丝带，连丝带都是台湾人做的。所以台湾人的创业精神是惊人的。希望所有的外国嘉宾能够好好善用台湾的人才、台湾的土地以及台商这种坚毅不拔的奋斗精神，结合起来，让 Jocoda 能够发光发热。我想这是我们参加这个会议啊，来这里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期许，也希望跟各位嘉宾一起分享，未来Jocoda架构成功，我们从中台湾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当然希望日本、韩国也能够共同来发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构思。Jocoda 加油，谢谢。我跟Jocoda 这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 Sergey 坐在这边哈。他是在欧洲，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投资人，大家稍微 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到他在美国跟欧洲的投资的成功的经验。那么我跟他有幸曾经一起担任一个国外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所以在董事会上面我们开过很多次的线上会议。那么后来我离开这个公司董事会，因为选举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我也非常注意说他到底以他在欧洲那么丰富的投资经验，欧美他下一个目标是哪里。他有一次告诉我说他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韩国跟日本。我说真的吗？他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大家现在觉得韩国、台湾、日本是国际上面最值得注目的地方。那么我问他说你有什么依据吗？他就提到我们今天等下的第一位讲者Dr. Rory Knight， 这个 Rory Knight 博士啊，
他曾经是牛津大学的商学院院长，刚刚介绍过也是瑞士央行的副总裁，在欧洲学术跟金融界都是赫赫有名。那么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未来的世界焦点在哪里，等下他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的好朋友 Sergey 他决定把这个 Jacoda 做成一个事业，投资事业，在他欧洲跟美国投资事业之后啊，不是没有道理，是非常非常有理论基础的。所以我想今天我非常非常荣幸到这边来，一则我是很想聆听我们阿全哥 Remind 他的一个理论，二则是我跟 Sergey 是曾经是多年在公司跟他共事好朋友，第三当然是他告诉我说他在这个Jacoda 日本、台湾跟韩国这三个地方要成立三个分公司，台湾是这三个国家里面第一个要成立的，而且他要把这个公司摆在桃园。所以我以桃园市长的身份，为了桃园的招商，我今天一定要来。谢谢。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关心半导体产业的人都会看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有哪些成分股。我想一样的，大家将来如果要关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个区域，到底哪些企业是这个发展最快区域的所谓成分股，Jacoda一定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目标。那么尤其是桃园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工业城，我相信桃园有很多产业将来很有可能会被纳到我们Jacoda的这个成分指标里面。所以我另外一方面也很希望说透过今天的 Jacoda 成立，能够把桃园的企业带到更多的国际台面上，让他们有更多接触国际的机会。所以在这边非常谢谢我们欧洲的朋友飞了半个地球到台湾来跟我们讲这 Jacoda 的观念，也谢谢我的好朋友 Sergey 愿意在桃园，在台湾投资台湾，投资桃园。我相信说他们这几位国外的贵宾会发现台湾不会让他们失望。谢谢。我们一起比一个赞 ，So can we have let's put our thumbs up? Let's please give us a thumbs up and look towards the cameras right in front of you. 一起预祝今日2023 Jacoda 经济趋势论坛圆满成功。好，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没有要捕捉画面的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a step forward.Go towards the front of the stage and smile. Okay, 我们来比个赞。预祝我们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Smile, say cheese.